你要是喜欢杭州，想要留在杭州安家，我可以把老家的房子卖了。要是不够，我再想办法。不用。啥不用？不用。来，这是一种先进的模式，它叫做分享经济。 您只需要跟三位您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跟他一起分享您的改变。我真的有点分不出来你了。您就可以成功的收获1080万。有请我真机。他跟那个传统的行业是不一样的哈。 只要您行动起来，成功的赶到3个人，3个人就会变成9个人，9个人就会变成27个人。所以，家人们，不要跟他们冲突。真的，他说的对。最重要的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让你妈妈开心。 我把老家的房子卖了。你到底骗了吗？